欢迎所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接下来的现场直播节目。哇，好棒哦！我们今天有新品亮相，而且是非常适合你创造人类3000年革命的反折伞上市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思荣，马上先为您介绍到我们的厂商代表，欢迎金良哥。思荣姐好，全国朋友好。这个把伞是目前全世界都引以为傲的一把伞。那观众朋友，你知道反向伞对我们的人哦非常大的帮忙。第一个，所有的雨水可以锁住在我们的伞头，而且进入车子的时候你不用担心，它能够瞬间收折，不会把水洒得乱七八糟。那思荣姐，我先跟你报告一声，是全台湾大缺货，我今天只能做一档 live， 我先把丑话讲在前面，待会千万不能加量。是哦，我先讲丑话。我们今天有一个升级耶，我们先看一下前面。来，我们原本的一个价格的部分，观众朋友，这只是100公分的，对，这只是100公分的，我们今天不多说，一只1280，思荣姐的这一档。我们原厂公司特别调整到最大型的118公分，市价1980一支，46寸，是，所以这支伞应该是目前那个500万保障啊，星光保险500万，对对对，最大面积的伞，是的，你可以比较一下，将近120公分，所以这支伞大概是一般我们就一个人的一个熟女就可以了，那这支伞呢是两个人也可以，两个人也可以，所以这支呢是1280，1280，这支呢1980，哦，目前全台湾还买不到这一支，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卖半价，是五折的价格990块钱，太夸张。OK， 好，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反折伞呢？你可以看到我收的时候跟一般的雨伞是不一样的，是反向，直接反向，没有看清楚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好神奇哦，好吓掉，怎么跟我以前用的雨伞完全不一样呢？是的，再看一次，一般的雨伞是应该这样收进来，没错，可是你看我是反向的收，反向的收进来，是。那这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个就是不再湿哒哒了，因为你通常在接触雨水面的时候，应该是棕色的这一面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如果你收进来的时候，应该这一面上面都是雨花，全部都是雨花，都是雨水。是。但是反折伞最大的用处就是你仔细看哦，记住哦，棕色这面是雨水，对不对？雨水的地方。收进来之后，是它完全把它集中聚拢在里面了，我们的防水布里头。对。所以当你如果是碰到下雨天，你要去百货公司 shopping， 或者是你要进一些商店，其实他们外面都会摆伞桶，摆伞桶啊，因为他怕你那个把它里面弄湿，没错，你就不用，你就直接拎进去了。是的，而且卷起来，这是第一个优点。那第二个优点就是我们可挂可站，没错。所以你看哈，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小的透明的挂钩，对，如果你进到一些地方，它是可以把伞挂起来的，挂起来的，挂起来。是，所以你习惯挂伞，你可以挂伞。那另外就是一般的雨伞，它必须靠壁。一般的就要靠旁边，就是它必须靠着东西，是它才能够不会倒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一支呢，来收起来，它最大的设计是这样子，哇，好酷！尤其是我去吃那个面摊的时候，这样站着好方便，好神奇哦，好神奇！哎，在跳哦，对，它不用靠哦，再拿起来就好了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为大家示范几个重点，来，请到这边来。是的，我们来看一下一般的雨伞呢，在撑伞的时候，其实我真的很讨厌，尤其是在捷运站。人挤人的时候，又搂多少后卫西尊啊，我就觉得人性真的很讨厌。思荣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想下捷运站的时候，大家很感动。思荣姐，哎，关没有，这不多说，你看哦，这个伞就直接刺到人家眼睛。其实那个，你知道伞是一种武器吗？真的啊，血滴子，杀人武器，血滴子。对，所以你知道一般的伞在开的时候啊，你如果不小心，或者是那伞的那雨水就直接弹出去。你如果个子比较矮的话，对，你很容易就打到旁边比较高的人，是的，这个很不方便。所以两个人的之间的距离，在撑一把伞的时候，是再撑一次，再撑一次，好，你再撑一次给大家看哦，1、2、3，对。好，请你记住这个距离，两个人撑伞，是的，两个人都各有一把伞的距离，起码要像这样子，这样距离1.5公尺到2公尺，现在不可能，好，先收起来一下，先收起来。但是反折伞最大的好处就是，再靠近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，再靠近我一点，哎，怎么好意思？会害羞？你敢相信吗？这个距离我可以撑伞，而且我不会打到他。我不要动哦，我那我不动哦。要赌吗？我跟你赌一次。要赌吗？我不动哦。好，来，我靠近他，这么近，这么近，这么近，会怕吗？我不怕你啊。两个人距离更好，对，所以你知道吗？就是反折伞最大的好处就是，当你在撑起伞跟收起伞的那一刻，好神奇，都不会影响到旁边的人，哪怕这个人是陌生人。再看一次，再看一次，再看一次，距离这么近哦，这么近，我在他面前撑伞哦，对，没有关系哦，1、2、3。真的好好用，而且你就知道我们这把500万保障的伞，两个人，两个人，你看哦，你看哦，它的肩线在这里，是我肩线这边，我的肩线在这里，好，你让我一下，我多撑一点，不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两个人淋到雨，是不会，因为我们加大，非常 safe， 是，好，这个是反折伞一个很大的特色，是的，再看一次哦，收起来了，哇，这样收我们两个不会
淋到雨、哦，也不会刺到头，对不 对？好方便。那板子伞还有很大一个用处。很多开车族们，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要进车门，然后落大后的时阵，上惊就是那个伞哈，一定会淋到自己的身上，淋到自己身体，那个雨一定会淋到自己身上的。而且车内的装潢都被淋到雨了。那我们实际上，我们帮观众朋友去出了一趟外景，我们来看一下反折伞，真的对开车的人来说，或是上车的人来说，真的很好用，真的好用，请看 VCR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又走到了我们第二个现场哦，给大家来示范一下，像以前的雨伞呢，到底有多么的不方便哦。首先，你看到啊，当你把雨伞打开的时候呢，你要进车的时候真的很麻烦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当你把车门打开，你人要进车的时候呢，你会希望说把车门关小一点。可是呢，这样呢，雨伞它关不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必须还是要把整个车门给打开来，整个人露了半身在外面，才能够把雨伞关起来。这个时候你的表也湿了，衣服也湿了，裤子、鞋子全部都湿了，你才能够进到车门里面哦。所以你要先淋半分钟的雨。那再来就是说，你的雨伞呢收到车子里面的时候呢，整个雨伞呢都把车子里面呢全部给弄湿了。那我们要下车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不方便。因为呢，你必须要把整个车门打开来，人出来半身之后呢，你才能够把伞给打开来。那当你把还没开伞之前呢，你的身体呢已经有半分钟半身全部都已经淋湿，所以这种叫做一旧式的雨伞，这种我们不要再用了。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这把神奇的反向伞，它到底多厉害呢？你看到、哦、当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呢，碰到大雨滂沱的时候，你要进车的时候呢，你不需要像以前呢把整个车门给打开来，我们今天呢只要留这样一小个缝隙哦，你整个人侧身进来的时候，它是完全在遮蔽的一个状态，那你只要留这么小的一个缝隙哦，你看哦，这么小的缝隙哦，我们就可以把整个伞给收进来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上车的过程手不会湿，伞不会湿，脚不会湿，你都不用担心。那当你要下车的时候呢，你也非常的方便，因为你只要留这么小的一个缝隙呢，把整个伞面给打开来，然后呢，你要整个人下来的过程当中，不管你是在上车还是进车的过程当中呢，你的身体全部都是遮蔽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来看看这把伞到底还有多厉害，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。好，我觉得每一个开车的人，你都要买一把，梦想一把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，我们来做现场的实验。来，我先把就是反折伞收起来的时候，真的不会湿吗？前面这有一块黑色的，我们就当。